大家好，我是 Robin。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Android 的层次分析，从顶层到底层这一课程。这节课呢，已经基本上接近我们的尾声了，我们就从整体上再来回顾一下我们所讲的内容。首先回顾一下 Android 它的一个基本的架构。这张图呢，是网上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多的一个关于安卓它的架构的一张图。从上到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依次有一个 application， 也就是我们的应用层，还会下面呢还会有一个 application framework 应用框架层，再往下呢有一个 library， 也就是我们 native 的一些库，还有一个 Android Runtime， 安卓的运行时。这层再往下呢，有一个 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 也就是硬件抽象层。硬件抽象层再往下是 Linux Kernel， 也就是 Linux 内核。在我们这课程呢，我们把它分了几个模块。第一个 Application 应用层，我们单独拿了一个模块。第二个呢，我们把这两块当做了一个模块，我们称为 Android Frameworks， 这个呢是我们的 Android Application，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 Android Help。 我们基本上分了这三个大的模块去讲解。这个Linux kernel 呢，我们暂时没有去涉及到。同时我们这里的 Android Runtime 在我们这课程呢暂时也没有去过多的去涉及。好，接下来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学了一些什么东西。其实呢，在 Android Application 这阶段呢，只要大家能体会到 Android 上面开发的一些特点，然后呢理解 Google 是怎么通过这个框架的设计来实现一个控制反转，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一个 TM 和 ILC 等相关的概念。然后我们又讲到了 Android Frameworks， 也就是安卓它的一个框架。在这个模块呢，首先我们确定了一下我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思路和我们的具体学习的一个方法。在这里我们结合了一种通过次次性 set 和 UML 工具画序列图、画类图来看源码的一个方法。之后呢，我们结合着我们的学习思路和阅读源码的方法，从我们在学习 Android Application 的时候所熟悉的一个 API 入手，来了解了一下 Frameworks 它的一个基本架构。我们又进一步深入学习了一下 Bundler 它的一个基本架构，包括 Bundler 的一个通信流程等等。在最后呢，我们又反观了一下 Bundler 它这个基本架构，去思考了一下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主要是就讲了两张图，给大家找一下，只要大家能理解了这两张，这张图上也就是 Android 它的 framework 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基于 Bundler 的CS 这样的一个架构。它的服务呢又分为了两大类，它每一类中都大概有哪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然后呢找一个它的 Bundler 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只要大家能把这两张图理解了，基本上就可以了。然后呢在 Android Help 这阶段呢，其实最重要的我们也是
一个 hell 的一个基本的架构。然后呢，我们 hell 存在的一个意义，也就是我们该书里边讲的，为什么会有 hell 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呢，我们又讲到，这里的一个 go 和 init 产生的一个基本的分工，在分工的过程中呢，就相应的有两个问题。Google 这边碰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讲过的一个，还有为什么，就是框架它使用的是抽象类定义和维护对象之间的关系，对象的创建呢，通常也要有框架塑造，这就出现一个框架必须实例化类。但是它只知道不能被实例化的抽象类，这个局面，Google 是怎么解决的？那我们硬件厂商这块呢，它存在的问题就是，接口是由别人定义的，我们是根据别人的接口去做实现，这个接口一变，我们要跟着相应的去必须做改变，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一个解决的思路是什么？只要大家能把这些东西能体会到，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好，这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个回顾。最后呢，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个课程呢，并没有去过多的讲解一个具体模块的一个业务逻辑，因为我们这课程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系统从系统层面去对整个 Android 的它这个系统有个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调，不仅要学会那些具体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怎么去学习。这个课程呢，由于个人的水平有限，再加上时间的有些仓促，难免呢会出现一些疏漏或者是一些错误的地方，欢迎呢大家去批评指正。最后，希望这个课程呢能多多少少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收获。好，谢谢大家。